受持法弘正教啊，显高德开大道，和平路圆行道啊，知识共行菩提，四大法行大道，将三宝处性清。这段时间，咱拢一直在提起供养、修持、修持供养啊，佛陀真明显向咱安尼教导，佛的说法在人间是无所求的付出。付出不是为了回收回来得到供养，不是啦。佛陀呢，这是一心一意来人间，将佛法啦，会当人人接受，法接受入心啦，应用在日常。会当地身心受用，也阁会当在人群中普遍啊，将法推动，互人人会当知，互人人会了解，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。了解生命来去的源头，这是对每一个人何其重要啊！佛乃是素心诸佛啊，也是三界导师，名副其实。来人间为一大事，就是要来开示，就是来教导啦，开示众生五逆佛的地界，这是佛陀一大目标。所以，即是要来开示众生五佛地界，可见真恳切啊！这是素心诸佛的心，也是三界导师的理念。所以，伊说法。不是为着众生的供养，最盼望的呢，就是众生听得明，会当收入去，会当用出来，普遍在人群中互动、互教，这是佛最大的目标。所以这段这么长的文啊，一直都是反复在那个地方供养。供养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爱信爱戒，听佛说法了后爱修来啦，爱相信啦，爱体会啊，爱了解啦，相信了解呢，搁在会当受用。所以，伫修持、读诵、书写、宣扬经教，佛陀都讲这。就是如
其他做经旁的功德，这无相啊，是法的功用。你一旦了解佛的心意，如法接受，用法付出，这就是达到佛道一大事，也是佛的一本心怀。要出家，也为着呢去探讨生命奥秘，幸福啦，了解生命的源头起因，前因何故啊？想要出家，迄个心愿，就是要安怎探讨生命的奥秘，其实更悟啦。了解生命的起因，所以较紧紧想要让大家人知，就是众生的根基啦。古长来呢，都是阿弥的习气，难解，还是呢应用着。无法度深信解，下未掉了迄个习气，这就是佛的无奈，也就是众生呢延续着这个浊气，一直到现在，如来。是愈做这些佛陀最担心的，咱既然啦，就是了解啦，咱现在知影，报佛恩、地母恩、天下众生恩，回报天地。鳳凰水土因，这咱拢讲过去咯。咱爱报因，啊报因呢，咱也是安尼讲啊，爱知足感恩，善解包容，人甲人的中间，在正面也讲修行，咱必定呢都爱。把心放开看，而且咱更爱知影世间的这个俗气啊，人啊，甲人的中间，什么时阵呢，才会当把方向归一，将复杂变成单纯？也咱若无有单纯的心。要把佛法接入心来，真困难，因为呢，复杂化啦。这个心啊，就是自障碍，自障碍。要安怎去了解呢？真诚的佛法，所以总共一句，真多定沙叶。构成了无明，无明造成烦恼。啊，人间就是安尼一层卡过一层啊，卡定呢。现在佛法在咱的面头前，咱伫咧接受也那有道理耶，但是呢，啊。通通做不到，所以咱常常停滞在凡夫地，
但是停在凡夫地，确实呢，时间啊，分秒消失，时日已过啊，命亦随减。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去啦，生命对着时间无等待啦。但是，咱的烦恼无明，还是固执停滞伫迄个所在，这是互人足烦恼的。佛陀烦恼就是现在舒服啦，啊，对大家。啊，我嘛真烦恼啊！唔是对大家烦恼，对家己啊，我嘛真烦恼啊！这世间复杂的代志这么多，我相信佛的法，每一个法啊，我深信，我了解，但是。世间的情啊、法啊，种种障碍，确实呢，分秒的时间不断流逝过去。目睭所看，人事物，总是有这么真多的无奈，哪会袂烦恼呢？生命嘛是安尼伫咧消逝过去，所以俗气无淡化，这当然是烦恼。之后呢，爱经过再回到转来，干那隐隐的烦恼无路用，赶紧紧回归来修持法。洪正教把握时间，几分钟讲几分，几秒钟尽几秒的责任，那就是修持法，爱深信戒，人人一定，无管你做会到，你做未到，深信戒呢？是足重要的，上无，咱嘛爱压一个经济，咱即当阵把握接触到佛法，咱赶紧培养啦，潜心戒，所以咱来修持法，潜心戒就开始爱修持法啦，咱来赶紧。培养咱的弘誓愿，咱爱弘正教，你要弘扬正教，你一定爱亲近善友，甲你讲话拢是真正确的话，唔通搁在听旁边呐、啊，旁门左道。啊，边啊真侪小岔路啊，咱都爱真谨慎，所以一天接触遐侪人，到底是听啥人讲话呢？这咱爱真用心，所以修持法啊，爱立宏愿，爱弘正教。即请大家爱真用心，意是真重啦，意是真长啦，请大家啦爱真用心嘛。佛陀的果德啦，诸佛菩萨过去是安尼，现在呢，咱也看到人间多少多呢罪。人间的活菩萨，付出无所求，也阁是用感恩心嘛，也阁在伫咧付出。
当然也是很期待这些菩萨呢，是爱会要安怎样善解知足包容感恩，真正这么简单的语言接受的下来用的出去，这就是几天前所说的四念法，在人世间待人接物布施力行爱意同事不舍人群，这些法拢总伫人间里呐，是伫咱的生活中里呐。这就是要弘正教，要开大道，这显高德，不只是2000多年前的佛菩萨，现在，他、你、我，家己爱会晓尊重，尊重己身，也爱尊重呢身边的人人，因为佛陀就是讲，人人皆有佛性，尚不轻菩萨，我唔敢轻视你，因为你也是未来佛。人人有安尼的本性，只是习气呢，看起来很不顺眼，习气呢，哈，予人讨厌。但是呢，伊有善念，无定着，啥物时阵忽然之间呐，做出了予你想象未到的好事，嘛，无一定啊，利益真广，都拢会当做会到。所以人人本具有高德，就是大觉性，人人本具啊，只是呢还未开始受用，咱还未接受，还未用出去，所以咱本具，所以未来啊，这条的大路等待大家人有心一动同齐来开，所以讲开大道啦，就是落实为人间来开，开出了呢，人人生人人有一个正确方向，真安心走上了这条大道。这就是只要有人间发菩萨心，才会菩萨。就会当无所求，佛所教法，不只是性格，还是身体力行，咱要有心口意，身体力行法，佛所教法，口呢宣说，佛陀所说法，文化者。说法者、传法者，伊呢时时接受佛陀的教法，分分秒秒信解受持，那亲像安尼啦，唔免安怎去起正法，这都是上好的功用。搁在正面的文也讲过去啊，那会当安真实修行，就是顶载了佛的发心，唔免搁其他。所以要甲恁讲，唔是信佛法、信宗教，都一定爱去开钱，啊，都爱去。安怎供养？唔免心
心的脚用，不是干呐？你讲外形是精神面的建设，精神面的建设呢，足重要。所以咱来先高德开大道，用精神面呐、啊，好好，把咱做会到的做出去，大路甲开好大。菩萨道呢，人人来铺，铺平路啦，易行道。是咱唔去做呢，真正要做呢，无困难呐、啊，唔惊曝日，唔惊风吹，唔惊雨啊，愿意走出去，身体力行，就几多。好好来行，大家人同时来铺平这条路，都无困难。所以知识共行啦，菩提，咱互相相捌的好朋友，这叫做知识。我们都是善知识，叫做善知识啦。都是佛的弟子，佛陀的法留在人间，听法有前后，先听的为师，后听的为弟子，先了解，回头来教后面的人，所以有师徒的缘，啊，这嘛就是先知识，我捌你。人八卦，所以这知识共行，咱大家人共知共识，咱共行，共行的菩提道，所以咱爱大家人共同共一个心，施大法，行大道，咱既然。铺平易行道啦，开始咱来认真铺平啦，咱大家人好好来行这条大路，这个大道啦，所以咱需要施大法行大道，咱共三宝啦，自性净，其实唔是安尼，我出家啦是净。你就是在家呢，都有自性三宝，唔通看轻家己，咱家己爱自尊重，所以先高德开大道。咱若有这个能力啊，唔是干呐佛两千多年前称为高德，两千多年后的现在。咱相信，咱有觉性，相信呢。迄个时代做未到的，咱即当阵要做到，总是呢，会当开大道。只要有真多善知识，共知、共识、共行，所以这条菩提道，咱绝对是开的起吼。所以啊，把握时间，分秒不断啊，流逝过去。时间是不断的减少，但是咱方法的心爱愈殷切，咱爱信解、深信解，好好接受佛法，赶紧的落实人间。咱出师回礼，这是几天来呢，都是安尼讲过去。大家人爱真用心啦。Thank you.
所以受者是领受法益。咱来好好，逐天听经，咱来修起来，那绝对呢，法对咱有利益啦。持者一念持行，安尼叫做修持啦。修就是爱领受入来，持咱都爱定定一念，所以已经真长的时间，一直甲大家人讲爱回忆、爱记忆，就是爱会记哩。发修了后，你一定呢爱记忆着，念伫心里，那才有法度呢身体力行。所以以信戒律故修，真正爱信爱戒啦。所以以愿念力故持，咱若有信戒，自然你就会接受啦。你若有愿念呢，自然呢，你就会当头修持落去。所以这是《法华经》啦，的五种法师持行之一。咱过去一直看，那这个爱修持、爱读诵、爱书写、那爱弘法和等等啦，这是五种哦的法师啦。上经有上经的法师，那写经有写经的法师，读经有读经的法师，会晓背诵有背诵的法师，这种呢，伊安尼真细腻啦，大家分开吼，这种总是希望法会当流传在后面，其实呢，这只是干那一个用法，唔通流失去。因为古早也未有印刷，古早就是靠口口相传，听都爱记，都爱背，慢慢的推动爱。笔录、爱写、等等啦，这会当安尼，伊就讲哇，安尼就真了不起啊！安尼翻呢，就会当流传落去。这是佛世的事啦。即嘛呢，应该就是信戒、修持，要安怎样甲法入心？安怎样呢？咱会当落实生活，这是更加重要。所以要真用心啦。虽然啦，遐个景观啦，有形的食物，就是用讲的吼来形容遮个景观，其实含义是伫法上重要，就是含义伫法，唔是干那伫遐。上啊，塔啊，上重要爱弘法，这是真要紧吼、哦。所以该求广博大道，希望呢，这个法会当搁再较快、较快，大家人搁较了解。所以心上大道心故，希望这个法啊，拢会当伫人人的心。真心想，人人上口，啊，这个法都未去和无去。较早在咧读《论语》，啊嘛是靠背啊，所以即马呢还是学字诗词，字不一一吼，收着，一道个浮出来，拢是记忆落来。啊，那无几十年拢唔捌去用到啊！啊，哪会阁背出来呢？这
上次上读上读就是文字头前，咱读上呢是背落来，安尼发到脑落来啦。好，正面的文，如是正方，当过若干百千万亿，其数无量，以此现前，供养以五极，必求精。是故我说，如来灭火吼，那佛在世的时阵，大家人拢有来供佛啦。佛陀呢，后面就讲灭道火，那灭道火唔免啊啦。恁爱身体力行较重要啦，因为呢，证明就讲啊，大家人来供养这园林玉池呀，啊，有六果顶顶啦，有精有佛的内底呢，他认为呢，这是已经大家供养啊，上重要的这个，这么一庄严的场地。是爱发来庄严，唔是呢有形的物质。啊，我那灭道好啦，这就是这段文讲。我那灭道好，其实灭道好呢，前面已经讲过去，不思复见，唔免搁再其他，唔免搁做精棚，这就是佛陀用意。所以讲，如来灭火吼，若有修持徒相为他人说，咱那是听了后信修啦，信修修持了后，伊的功德那就是助力行改净慧。咱会晓家己读诵，咱会晓呢好好听法，咱会晓记忆，这拢总是家己伫咧用功啦，修持读诵经典，咱明白了解啦，也信解啦，这是助力，而且解哦。助力行改，会当增长智慧，这是家己的利益。搁再为利他、利他人呐、啊，立人群，唔只是家己栽得好啊，唔是家己解脱得好，也搁愿意立人群呐、啊，解脱、修复、立人群结好缘呐、啊。修福德啦，这就是在人群中，这是利他，所以徒相修持是利己啦。解说入人群啦，做福业呢，这叫做利他。所以若自私，若教人私。咱若会晓，家己好好呢来写经，
啊，真是呢，迄是佛的时代啦。啊，过去的经文都是安尼讲，即嘛一直强调吼，环保的时啦，无遐济纸，供咱遮济人来抄写吼。那这个时阵，还是呢，咱爱好好多用心啦。但是经文这个所在，若自私，若教人私。自己写，还是教别人写，有形的经文呐，咱来写在咱的心版里，好好每一字看，每一字入咱的心。上好的呢，就是写入自心版，咱自己的心呐，铭记在心里。上好的笔记是在咱的内心呐。所以自私教人私，咱读经的方法安尼永远定来记着，因为咱是落实伫生活中。所以法佛法生活人间法，咱拢总安尼真合一伫这个所在。所以团上，或者是写经，如是经典，传来上《法华经》，或者是呢来写《法华经》，这个经典呐、啊、是有益见闻。咱即卖传上，爱用咱现在科技的方法来甲伊传上出去。所以有益见闻，会当搁较开阔、宽阔，予大家人看会到、听会到、知影会到。所以啊，这叫做广大，这就是大功德啦。所以供养经卷吼，那就是花香以庄严，思维安定。这经文的内底哦，供养花啊、香啊，其实呢，迄个供养呐，不管是花香等等，只是呢，一个和这个所在啊庄严气氛呐、啊，啊，尤其是呢，这天然的迄个植物啦、啊，有安尼的作用，啊，安尼。香花分界啊，咱若要上经的以前，大圣呢都有香花分界，也虔诚弘音吼。其实这个物件，迄、那个气氛，予人的心神安定，也那是分界呢，那就是静谧文化盛况。真闹热啦，所以伊个现场都香花繁盖吼，真多。这些那咧讲经的是都有安尼真多的庄严物件吼，安尼出来，这些道场的形容啦，所以咱来真清楚，阁会当了解吼，所以。种种供养，无不都是呢敬法的表现呐、啊。所以，只是安尼用安尼的方式来表现，不输福气踏实及做正弘吼供养众生。Thank you.
已经有阿弥也表达出来，所以呢，一念之心啦，初心对境，一念心就是真紧哈，发心，迄、那个一念啦，发心是真紧哦，率然任运而起，那就是啊，突然间发一念心是真快速哈。有这个好心、好念、虔诚，安尼愿意发这个心吼，所以真快速、真紧就出来这念心啦。所以一心在道，即心行道。咱这念心啦，安尼起来，那心在道啦，就是啊。行道，心甲心爱合一。咱即卖诶人呢，身心无法度合一啦。人是伫咧做阿弥诶工课，心伫咧想阿弥诶代志，离真远啦。所以身心呢，杂念起吼，咱呢念杂啦，但心都未专。咱即马修行，都爱修的呢，身心合一，念心起，咱的心都爱行动出来。所以一心在道，即心行道，咱一定爱甲身心合一啦。所以呢，以潜心性解，启发共。这是上重要。佛陀爱咱的呢，不是爱咱的物质供养。佛陀爱咱的是潜心性解，潜心性解，这是佛陀所需要的。所以咱呢，都要相信佛是自性对众生。不是为着有形的物质，完全是期待众生呢，会当了脱生命的源头。希望大家人明心见性，开发到家己呢，真如本性出来。这都是人人本具啊，人人都有啊，唯有家己下功夫。才有法度发现到，不是佛陀呢，有法度创造予咱呢。佛陀是怎样？过来人有知有识，伊呢也实行伫这条路，牵引咱解当者行这条道，正面的道，佛已经开好，咱家己的道。咱也都要好好来开，这是希望咱回归生命源头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咱必定要一心在道，即心行道。咱要以心、潜心来信解，也搁都要启发共用。你安尼行，安尼做。佛陀已经真满足啦，真欢喜啦，这是最大的供养，达到佛的目的。因为《法华经》是佛的全心，你的身体力行是至高无上的供养，这是敬重的供养，不是物质的供养。所以不在俗言，咱启发供养啦。不在俗言，唔是有形的物质，吼。所以咱要真用心讲，正面的文都讲，即为依佛啦，已经其他做事啊，供养啊。现在呢，不舒服其他事。及做净棚，
中庸中正，用唔免阁有安尼啊啦。过去已经有做，但是现在开始，这个行行的中庸，身体力行，佛陀所教法，咱信受奉行，这回归到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人。自己要自立，要兼利他人，自立，就是要持《法华经》，法要铭刻在咱的内心里，这呢，就是信受奉行，回归到自己的真如本性，这是很重要的啦，所以做事更容易。您已经身体力行，这就是已经共用啊！只要你真正用心，起自内心的虔诚敬敬，有表达出来，这都已经有达到啦。所以讲信哦，真用心，伫咧甲咱分析未来。咱就是重视的行道，不是重视的物质，所以这真普遍。这段真长的文呐、啊，就是一直要安尼甲咱讲。这行者为依起佛塔供养，过去已经这身体力行都已经呢。起佛塔，起帐篷，已经供养啊啦！你有安尼依教奉行，你有安尼这么恭敬的心，这个佛塔你已经起啊啦！因为你如法修行，已经呢身心顶载着佛。的教法，《法华经》的全部的道理，佛陀的心灵的本怀，你拢总接受啊！到处有经的所在，都有佛塔，因为这个法在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都是已经呢庄严的塔底下，有佛的全身底下。虽然无形，但是呢，道气旺盛。这就是最后一塔，完全无生无灭，只是呢，法永远存在，是永恒的。虽然是真深啦，其实呢，会当领受会到啦，那应该是真浅，大家人拢会当了解。所以讲，若我灭火，已经大家人实行共用，已经我拢总接受到啊，安尼拢总有啦。有形的唔免做，无形呢？就是身体力行，这个法要加强。总讲一句，有形在人间建设啦，总是呢有形有坏有空，形住坏空啊，难免。法呢是有形，无形无相，自然都无生无灭。是永恒啊！希望大家啦，爱把这个法，咱爱吸入心来，唔通让伊散失去，好好开路，这条路呢，
是大家人来共同开，共知识大家人共同开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嘛。